岁次以未年冬至祭祖，民国时期小学生作文。尊敬的师父上人，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仁者慈见阿弥陀佛。惭愧弟子妙音，今日恭敬汇报的主题是。 民国时期小学生作文，在民国时期接受过传统私塾教育的孩子们，自幼饱受儒释道圣教的熏陶，他们熟背三百千千，熟读四书五经。 圣贤教育的涵养，使其智慧明达，隐逸非常。见到宇宙间的万事万物，不仅有着深邃的思想，而且具备独到的见地。在他们的思想中，饱含着。 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的雨露甘霖，在他们的心灵中，有着长江、黄河、天山、昆仑的壮阔雄大。他们思接千载，纵横万里，在国难当头的岁月里。 在他们天真无邪的心灵中，思考着国计民生的问题与强国复兴之道。可以说，他们不仅是肩挑天下兴亡的匹夫，更是立志弘毅载道的儒者。 孩子们的想象力是丰富多彩的，孩子们的赤子之城是感人至深的，孩子们的爱国之心是真诚无私的。下面，让我们共同来欣赏。 民国初年小学生作文中的精彩篇章，一伦理道德篇。顾名思义，伦理道德即是指中国传统的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人之所以称之为人。 是由于在生活中学习和落实圣贤的教化，能以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立身处世，这是人伦的基本规范。古语有言：“百善孝为先。” 在《视孝》一文中，小作者用问答体的形式来阐释孝道。开篇即言：“生我者何人乎？父母也；养我、教我者何人乎？父母也。”因此。 父母对于我们可谓是恩重如山，那应当如何报答父母的恩德呢？孝也，就是一个孝字。下文继续设问：孝何如始？何如终？孔子曰。 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；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这是引用《孝经》的经文来彰显主题。因此，圣贤是以孝。 教人孝子，是以孝立身。这是以静练的结语来收笔。父母生我、养我、教我，不但劬劳，推干救失。我们终身都要尽为人子女的孝道。 如何落实呢？我们不但要赡养父母之身，而且要养父母之心，养父母之志，这才是孝行的落实。天下父母心，总是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。 我们能够身体清新，涵养道德，成圣成贤，光宗耀祖，这是为人子女所应尽的孝道。每逢秋高气爽、大雁南飞之时，大自然。 给予人类怎样的醒思呢？有一位小朋友写下了《雁行雁正变他说：“当燕子在秋天飞行时，其飞也成行，因此用群雁飞行的行列。” 来比喻兄弟，称为雁行。群雁飞时排列整齐，像军队的阵势，称为雁阵。说到这里，这位小朋友感慨地说：“切怪夫今世之人，有兄弟。” 如身伤者，亦知宴行之为何；有军旅如秦越者，亦知宴阵之为何。身伤是指身心和伤心，身心居西方，伤心居东方。 由于他们各据一方，彼此隔绝，不能相见。秦越两国，秦国地处西北，越国地处东南，比喻距离疏远，互不关心。最后，文章结尾说：“呜呼！” 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？难道人还比不上大雁鸟吗？兄弟之间是同气连枝、同体相生的关系。《弟子规》说：“兄弟睦，孝在中。”人生在天地之间。 若不能够做到兄友弟恭，就是对父母的不孝，对祖先的不敬，又如何能够和天地并列三才，而为万物之灵长呢？为人兄弟者，可不深思？二。 爱我中华篇。清末民初，国运衰败，列强入侵，民生凋敝。因此，在民国初年小学生的作文中，留下了强烈的时代印记。他们对国富民安的憧憬。 对实业报国的希冀，一一都镌刻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之中。在《说诗》一文中，小朋友用狮子来比喻自己的祖国。文章开篇引用《孟子滕文公下》的典故，谈到。 周公向武王驱猛兽，猛兽指的是虎、豹、犀、象，在本文中则暗指西方列强。下文用设问的笔法提出：难道狮子的威猛比不上虎？ 豹、犀、象吗？不是这样的。于是他接着说：“狮为百兽王，兼有虎、豹、犀、象之能力，一吼而百兽惊。”这个比喻是指中国汉唐时代。 国富民安，国运昌隆，中国是一头一吼而天下惊的东方雄狮。但是，他一转笔又回到现实中，独虑其睡耳。最怕的是这只狮子睡着了。 一旦他睡着了，百兽都会起来欺负他。最后，在文章的结尾，他的结论精简而有力。若一吼而起，百兽又将摇尾乞怜、贴耳而设伏也。这是预料着。 中国的未来，多么精妙隽永的文章啊！作者将全权的爱国之心、赤子之城，诉诸笔端，警策世人，留诸后世，体现出那个时代强烈的民族自信心。 与自豪感，东方睡狮的形象，在另外一篇民国小学生作文《你日记》中亦跃然纸上。这篇文章讲述的是作者在新式学堂中的一日生活。某日晨起。 灌树灵岩帖，觉鲁六书法，力透纸背。早晨起床，从临摹书法开始。早餐之后，就开始上国文科。先生未讲汉初鲁两生一式。 盖想古如气节，不异异于功名富贵。至师节为二臣，先生讲述古人忠孝节义的故事，使学生深受启发。接着学习算术和地理，听到。 俄国人蚕食蒙古，英国人英顺西藏的消息，内心感到十分愤慨。这时，钟已经响了十二下了。吃过午饭之后，稍微休息了一下，阅读报纸。 然后开始上格致科图画课，偶会一诗，张牙舞爪，如酣睡之初醒。这张图画似乎也是隐喻当时的中国。接着上体操课，强国强种关系至大。 这虽然只是一篇短短的日记，但是却在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位少年的爱国之心。这也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真实写照。上完体操课之后，这一天的课程就结束了。 晚餐之后，再温习功课一个小时，十句中就寝。从这篇日记可以看出，它并不是平铺直叙的在叙述一天的生活，在叙事之中兼有评论。 这就使得文章的语词慷慨激昂，这篇作文就很有可读性了。三，山河壮丽篇。热爱祖国的人一定会热爱祖国的山河大地。熟知中国地理之人。 谈到山，首先都会想到五岳。所谓是“五岳归来不看山”。有一位小朋友在说山中，则是纵横华夏地理，用更广阔的视角来说山。首先，他提到。 然如地理家言，亚东山脉多出帕米尔高原，这是总纲。接着分别用续笔、侧笔、撇笔叙述：葱岭之外有天山山系、阿尔泰山系、喜马拉雅山系。 中国境内的岭脉多出于昆仑山系。昆仑山被称为万祖之山，传说中的瑶池金母即是在此山。因此，他的结论是：五岳非最高之峰也。 接着，此文用旁笔作收，提出：若浮海上之三神山，烟云缥缈，可望而不可及，这就不是用地图可以查到的了。论说鬼犯对此文的评价是。 笔笔变化，觉尺幅中常有灵气，可谓是次序分明，层层叠叠，错落有致，真是一篇好文章啊！另一篇佳作名为《说海》，开篇即引《尚书》。 与共说，江汉朝宗于海。而作者说，中国境内流向大海的江水不止江汉，这是翻笔。全国有三大流域，而扬子江居中部，其北部。 为黄河南部为珠江，皆同流入海，这是折笔。下文引用成语来做转笔，非常精妙。嗟乎，海水不择细流，故能成其大。海水。 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，所以能够成为波澜壮阔的汪洋大海。文章的结尾是借海喻学，寓意非常深远。人能博习群经，贯通六艺。 为儒林之表率者，亦得谓之学海。鼓励读书人要勤勉好学，博通群经，做读书人的好榜样。四，汉字古文篇。 古今中外都出现过神童，唐代的刘晏是其中的佼佼者。《三字经》说：“唐刘晏方七岁，举神童，作正字。”刘晏举神童论，就是以此为题材的作文。 文章开篇即断言：“呜呼，刘晏之引物何可及也？”确实非常人所能及。为什么呢？据历史记载，刘晏七岁就举神童，唐明皇授予他。 太子正字的官，正字这个官始于北齐，唐代沿袭，与教书郎同主雠校典籍，刊证文章。文章接着说，福字造于仓颉。 未知解者有《说文》一书，部分类聚，虽好手不能穷其意。中国的汉字最初是由皇帝的史官仓颉造字，及至东汉，许慎作《说文解字》，说解。 九千多个汉字，然而多少人尽其一生皓首穷经，都无法全部明了汉字的义理。有一次，皇上询问年仅七岁的刘晏说：“你正得几个字呢？”他回答说。 天下字皆正，唯有“朋”字未正。可想而知，这神童之名真是名不虚传。因此，作者评价说：“义何今何若此？以他日以理财名家于。” 精于政治的刘晏，生性节俭，一生为官清廉。他历仕四朝，在代宗时期主管全国的财政，使得唐朝虽经历安史之乱，经济能够很快恢复。 并使大唐的国运又延续百多年，刘晏确实是功不可没。文章结尾赞叹说：“刘晏之引物何可及也？”与开篇的断语遥相呼应，再次凸显主题。 另一篇作文，作者之谓圣论，亦谈及仓圣造字的典故。孔子圣由纵长曰述而不作，诚以创物之圣人，自有人在也。至圣先师孔老夫子。 在《论语》中曾说：“树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”正是夫子一生修学态度的写照。“树而不作”，说明他没有自己的创造与发明，他所学、所修、所教、所传的。 全是少成古圣先贤的教诲，教导世人如何处事、待人、接物。下文接着列述上古创物的圣人：燧人氏钻木取火，有巢氏。 构木为巢，伏羲氏定嫁娶制，神农教民耕种和医药，皇帝建造宫室，制作衣裳。皇帝的正妃西陵罗祖开始养蚕作丝。 皇帝的史官仓颉造字，一部上古中华文化史如数家珍，娓娓道来，句句点和，气势蓬勃。文章的结尾点题，笔致跌宕起伏。呜呼！ 此皆开悟成悟之圣人也。乐记曰：“作者之谓圣，性然哉。”以此呼应开篇“述而不作”的论述，以“作者之谓圣”作结。这样一篇用典繁多的文章。 以轻灵的笔致来叙说，在精简的文辞中便包罗万有，如同将历史熔铸于一炉中，十分耐人寻味。在《论说鬼范》中有两篇。 提倡复兴文言文的文章，一皆是出自小学生之手，其蕴含的意义发人深省。唐朝诗圣杜甫曾写道：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” 自古至今，凡是国作将兴之时，必有文宗振臂高呼，匡正时弊，兴复文风。这是因为文章起着关乎世道人心的重要作用。及至清末明初，世风不古。 人心交薄，许多学者从西方留学归来，极力主张废弃汉字文言文，提倡白话文，使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。当时，诸多有识之士振臂高呼。 坚持捍卫中国的汉字和文言文，这个历史印记深深的铭记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。于是，在民国年间，出现了《论说鬼犯一类的书籍，强调。 吾欲求国粹之保存，必于芸芸青年加意而直之。希望年轻人能够继承中华道统。也出现了与友人论文书和答友人论文书之类的佳作。 这些文章体现出孩子们发自内心最为真切的心声。与友人论文书，这开篇笔意近古的文章，娓娓道出一位年轻人的忧虑。近日学校林立，科学日行发达。 而文辞日就卑靡，他对友人无尽感叹地说：“文辞至今，遂有一落千丈之势，可甚浩叹。”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究竟如何才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呢？ 在答友人论文书中，作者引侯朝宗语曰：“先者论文为秦以前之文主古，汉以后之文主气。”作者接着评论说：“近来文辞的弊病，都是由于。” 无骨无气所造成的，因为中国人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信心，所谓的魏晋风骨、大唐气度，西皆荡然无存了。文章说：“六经诸子之文，皆炼气于骨。” 使汉八家之文，皆运古于气。我们想想看，这样的评语，哪里是一名小学生所能写得出来的？若非熟谙上古汉唐古文。 哪能如此细致入微的洞悉圣贤行文之真谛呢？于是，作者深深希望能够有贤德之人出心于世，效法唐朝文起八代之衰和五代以太学之体的文宗。 扶挽狂澜，匡正时弊，重振文风。这篇文章的评语也特别感人。文章足以华国，文运指龙屋，关系世运之龙屋。这两者之间是。 唇亡齿寒的关系，世运的兴衰关系着文风的兴衰。近代以来，由于西学东渐，有时之士深感忧虑，唯恐天丧斯文的悲剧会在这个时代重演。 于是，这两位年轻人借书信问答的形式，痛斥新兴的白话文，而极力提倡汉字文言文。评语的结尾，力劝莘莘学子要多读古文，才能够力挽狂澜。 树积人心世道，不至沦虚于夷；结劝悲心恳切，发人深省。行文至此，不仅眼倦长太息，感叹今日之华夏儿女数典忘祖。 感叹汉字文言文已久被遗忘，若不及时挽救，我们将成为最为愧对先祖的一代，将成为历史的罪人。五，童心童趣篇，说西瓜灯。 是一篇有趣的短文。人们将西瓜瓤挖掉，把皮留下，中间点支蜡烛，就做成一盏西瓜灯。西瓜皮上可以刻画山水、花草、鱼鸟等图案。点上蜡烛之后。 他们的形体就显现出来，十分美丽。于是这位小作者感慨地说：“一个西瓜皮都可以制作成灯来游戏，移竹头木屑，古人以为有用之财乎？竹头木屑是指。” 陶侃当荆州刺史的时候，曾经制过船。他派人把剩余的竹头木屑收起来，后用木屑铺地以防雪灾，又把竹头制成钉子来装船，真可谓是物尽其用。 西瓜灯这个题材，能够启发人们惜物爱物之心。大自然的万事万物，若能惜之、爱之、善用之，皆可成为有用之才，何况人乎？所谓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。 承载是言也。另一篇充满童心童趣的文章，名为《说鸡与犬》。鸡是禽类，犬是兽类，它们对人类都是有功劳的。为什么呢？鸡司晨。 犬守夜也，因为鸡能够报晓，犬能够看家的缘故。这位小作者接着引申说：鸡和犬都具有美善的德行。鸡破晓则鸣，不失其时。 这是性德的体现。犬非主则废，不况绝殖。这是义德的体现。小朋友的想象力真是丰富，而其所言也是入情入理。文章的结尾，则是痛斥流俗。 连鸡犬这样的动物都具备君子的性义二德，是有鸡鸣狗盗辈，有缅然立于人类也耶？结尾余音袅袅，令人不胜唏嘘感叹。结语。 文以载道。阅读民国时期小学生作文，孩子们可爱的脸庞仿佛跃然纸上，令人敬佩无已。在中国古代，学习古文是从先秦诸子开始。 进而阅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，及至清朝时期，安徽桐城派古文非常盛行，曾有“天下文章出于桐城”之说，使文风为之一振。方苞提倡义法说。 主张文章要宣传孔孟圣哲的义理。姚奈及桐城派之大成，提倡义理、考据、词章三者不能偏废。民国时期的小学生作文就沿袭了这个传统。 因此，李连圭先生在《论说鬼犯》的序文中赞叹说：“ <noise> 觉宗旨纯正，亦以孔学为依归，于世道人心必义不浅。”这也是邹登泰先生。 编辑论说鬼范的用意之所在。时至今日，这些文章乃是篇篇文以载道，句句发人深省，值得后人认真观摩学习。以上。 是惭愧弟子妙音恭敬整理的，乙未年冬至祭祖专刊文稿。谨此敬承师父上人及诸位大德仁者，如有不妥之处，诚请尊敬的师父上人、诸位大德会予批评指正。 无尽感恩，阿弥陀佛！惭愧弟子妙音顶礼敬承。这些年，我们收集了一些民国初年。 小学生的作文啊，让我们读到之后，对先前的社会教育感慨很深啊，特别是感到危机就在面前。 如果不能复兴，恐怕十年、二十年之后，文言文就看不到了。啊，这有没有关系呢？关系很大。怕的是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。 会断绝在我们这个时代。民国初年之后，接着军阀割据，社会动乱啊。 还没有完全统一，日本人侵略中国，我们在历史文物当中看到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当时日本天皇所下达的诏书，要求这些军军队、这些将军。 三个月灭亡中国啊！他们的估计当中，三个月可以让中国灭亡。蒙古人同一个中国，满清人同一个中国。 蒙古跟满清在那个时候的实力都比不上日本。日本为什么没有统一中国？我有个很直觉的感觉到，日本人在南京发动大屠杀，让中国人醒悟过来了，再不可以妥协了，妥协要亡国灭种。 啊，所以这个大屠杀救了中国，让让中国人民认真反省，我们怎么办？啊，投降妥协，决定是死路一条。只有英勇抗战，赢得最后的胜利。啊！ 这一段的历史，这个历史我们经历过啊。可是文化，尤其是小学啊，像民国初年小学生这种成就，永远再看不到。 啊，不但小学生写的这些作文，中学生写不出来，大学生也写不出来。啊，有没有方法再恢复了？太难了，没人教了。啊，私塾教学的那个时代。 已经过去了。学校不教文言文，不教认识汉字，一直到现在。啊，现在甚至于连正体字改成简体字。啊，外国的一些学者看到这种情形。 大声一呼，汉字不可改，文言不可废，经书不可不读。瑞典汉学家、欧洲的高本看说的。 啊，那么这些人现在都过世了，能发出这种声音的人没有了。我们眼看着传统文化的衰落灭亡，心里很难过，但是有什么方法呢？爱莫能助。 啊，自己一生在战乱当中长大的，更没咋的稳了，没有学的好啊，啊，想补习的机会都没有啊！我知道这个问题严重，知道这件事情重要。 一生尽心尽力，只能做辅助，啊，只能做倡导，提醒大家。希望有能力的人，有缘分的人，啊，必须要奉献自己的所需。 来帮助下一代啊！帮助现代的年轻人是过渡时期急救重点，要在下一代。下一代必须要像办私塾一样办这种学校，家长能陪护。学生能欢喜。 啊，把这个事业继承下来，再传给后一代，为社会造福。啊，所以现在，在这个时代里头，还能看见这个书，大概也只有我们这些少数人。 多数人不看，送给他他也不要了。啊，这是什么时代？啊，民国初年，那个时候的科学技术跟现在不能比。科学技术这些年突飞猛进。 啊，他们那个时候到国外还是坐轮船，有轮船，从中国到美国大概要两个月，啊，才能走到。啊，现在的飞机十个小时，啊，所以中国这些东西。 现在人看到摇头、啊，现在是什么时代？学这干什么？学这个将来没饭吃。啊，都是这样的一个看法。这个中国的典籍里头有大学问呐、啊！啊，确确实实。 能帮助我们现在化解冲突。现在冲突从自身开始啊，啊，本性跟习性的冲突，克服这个冲突，打胜这一仗，这叫胜战。《古兰经》的胜战是这个意思。 啊，那么这是中国，福子时候就说到了。啊，《大学》是先秦的作品，《大学》里面就提倡从哪里开始？格物。物是欲望，物质欲望；各是各都，你跟你自己物质欲望就打一仗，打胜了就知治了。 啊，你看看，从前做学问，读书从这做起。啊，格物而后致知，啊，致知而后诚意，诚意而后正心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上提升。啊，现在头一关过不了。 谁能把物欲放下？这是事实。走遍全世界，有几个人甘心过清苦的生活？啊，要不甘心，那就跟是这个社会斗争，啊，竞争。 啊，现在叫竞争，竞争提升有斗争，斗争提升就战争，啊，战争爆发真的是毁灭，啊，绝对不是二次大战时候战争，现在是毁灭性的战争，啊，现在的武器能够毁灭整个地球。 非常可怕啊！我们这一生算很幸运，遇到传统文化，遇到大乘佛法，在大乘里面，我们遇到了净土，啊，遇到下莲居、无量寿经、汇集本，这个都是稀有的因缘。为什么他们能救我？他们能帮我解决问题？ 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绝对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两天黄警官在我们这边，他是台湾高级警官，你去问问他，啊，台湾警察刑事案件破案的大概。 十分之百分之九十都是靠灵媒，啊，托梦、附附体、透出消息，把尸首找到了，按按键破掉。要没有这些灵来帮助，破不了啊。所以你问他，鬼神谁相信？他们最相信。 啊，另外还有一种人最相信的，就是医生、护士。啊，我有个同学在荣总担任住院组的组长，他就告诉我，黑白无常真的，一点不假，看到的人太多了，医生、护士都见过，只要看到这个病房出现黑黑白无常。 这个人不会出三天，退休了啊！所以他来给我给我做证明啊,啊！是真不是假的。天下之大了，无奇不有啊！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桩大事是怎么样把汉字保存下去？ 把文言文保存下去，啊，大家都不要了。我们找几个少数的，对这个有兴趣，我们帮助他，我们成就他，让他们认真学习，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继承下来，传给后世。 啊，当然，凡事都有因有缘，然后才有果报。啊，我们内心有这个认知，有这个念头，常常想着这是因。啊，现在看到外缘慢慢也结束了，我们要要起志同道合，一起来干这桩事情。这桩事情是别人不干的。 啊，我们干，我们这一生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啊，做我们感觉到应当要做的事情。啊，这篇文章是在冬至祭祖纪念册里头，啊，这个很好，啊，确实可以启发人。 私塾成就很多人才，圣贤君子。私塾没有了，诚信不错，各个行业人才都有，圣贤君子没有了，啊没听说了？啊，有圣贤君子，才有安定和谐，才有太平盛世。 这个理是真理。啊！我们希望出现太平盛世，那就必须要有圣贤教育啊！四世俗的教育、古老的教学方法是造就圣贤君子的，大乘佛法里面是造就诸佛菩萨的啊！那个理论。 教学的理念好，方法好。现在人不知道，现在说出批评的人多，反对的人多，真正听得懂的人不懂。啊，那听得懂，我们就有这个使命，要认真努力去做，去实现。 好我们现在看第二篇。尊敬的师父上人慈悲，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居士慈悲，阿弥陀佛。惭愧弟子甘肃离间古城。 金山寺佛学班开坤，今天恭敬报告的题目是：如来所以新出世，为说弥陀本愿海。一认识净土法门与弥陀佛四十八愿，善导大师。 在《阿弥陀经》要解中云：“如来所以兴出世，为说弥陀本愿海。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佛出现在这个世间，就是要把西方净土介绍给我们。 弥陀的本愿就是无量寿经。既然如此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就讲净土三经就够了，何必要讲那么多经典，说那么多的法门？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，所以才讲经说法四十九年。 三百余会，为各种不同根性的众生讲解各种不同的法门。师父上人讲经中言：释迦世尊最重要就是把净土法门介绍给我们，这是佛的大慈大悲。 一切诸佛如来出现于世间，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我们就明白了，诸佛如来存的是什么心？唯一的第一个念头，希望帮助我们到极的世界去。为什么得究竟乐？这个意思要懂。 我们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为什么我不念别的佛，我念阿弥陀佛？为什么我不念别的经，念《无量寿经》？就是因为诸佛如来的心愿、本怀，帮助我们离旧尽苦，得旧尽乐，就这么回事情。 离就近苦得就近乐的方法，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。我们对这个法门不相信，不能接受。好，再用别的方法，用八万四千法门，慢慢帮助你提升，引起你兴趣。 但是到最后还是归这个法门，因为这个法门，它所接引的对象是成佛的人，成佛的机缘成熟了，佛为我们说这部经，这不是为菩萨说的，不是为阿罗汉辟支佛说的，跟他说没有用，他不愿意往生。 换句话说，他成佛的机缘没有到，所以低等的，这是成佛的机缘到了，教给他成佛的方法。如果他成佛的机缘没到，说这个经他不相信，他不接受，佛也不能舍弃他，也不能不照顾他。 看他要是菩萨根性，就跟他讲《大乘菩萨经》，教他修行的方法；他要是二乘根性，生闻缘觉的根性，就跟他讲小乘法门，帮助他。他根本就没有意思了生死出三界，就跟他讲人天的经典。 教他来生得人身或生天上，能够更富贵、更幸福、更美满，这才说无量的法门，对应无量无边不同根性的众生。一净土宗的特点，佛陀说的法门分为二道，即。 南行道和易行道。南行道为一戒定慧修六度万恒，须经三大阿僧祇劫，而修净土法门，一生至诚念佛，临命终时仗成阿弥陀佛的愿力，往生极乐净土，永不退转，则为易行道。 净土宗的特点：简单易行，能普遍摄受广大众生。修学此法门，不一定要通达佛经广言教程，也不一定要静坐专修，行住坐卧皆可称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只要信愿行具足。 一心念佛，始终不怠，临命终时就可往生净土。二，净土中所依据的经典，净土中所依的经典为三经一论：佛说《无量寿经》，佛说《观无量寿经》，佛说《阿弥陀经》。 和天亲菩萨的往生净土论，近代中国净土教广为流传的是净土五经一论。五经为《佛说无量寿经》《佛说观无量寿经》《佛说阿弥陀经》《楞严经》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》《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》。 以论为往生净土论。三净土宗所主张的思想，净土宗主张信愿行三大思想。首先要真信，信能往生净土，信阿弥陀佛的愿力，信自己一定能脱离六道轮回。其次就是发愿。 一定要去西方净土。最后是行，如果你做不到众善奉行，那就要做到诸恶莫作。所以修习净土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和做到诸恶莫作。印光大师云。 净土宗是千经聚禅，万论均宣。净土宗乃十方指归，千经所向，万论均宣。此言历代祖师大德一再叮咛，末法行人当深信之。末法时期，人根漏裂，环境染污。 欲学通途成就，成为甚难。净土宗可免除行人魔障，纵有魔事，不敢久留。一句佛号直下是佛，有定有观，纵使乱心不妨同佛，纵使凡夫菩萨胜友。四弥陀书圣之四十八愿。 有无量受经四十八愿，是无边法界无量诸佛亲为证明，出广长舌相，以微妙音声、无尽言辞说真实语，炽然弘扬的唱佛本怀之极致大愿，是无边法界无量圣众叹为观止的，及菩萨。 声闻缘觉用超凡智慧自在神通测无量劫，无法亲证的唯佛究竟之微妙大愿，是无边法界无量众生普为接引，虽忤逆十恶之人，持念佛名真切信愿。 经一念至十念间，急症不退的彻底悲心之宏深大愿，乃往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，曾经有一位比丘即法藏，因为自己发下的红深誓愿，引起了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一时间六种震动。 天域妙花，以及天古妙音充满虚空，处处传扬着定当作佛的受记。这位比丘名为法藏，他在恭请世自在王如来广为宣说了十方世界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，并一一亲见之后。 摄取了这一切刹土的微妙功德，发下四十八个殊胜大愿，成为了极乐净土的最初缘起。随后，他用了长达五个大节的时间，于一切法无所念着，极静一心，专精思维如何摄取庄严佛国的清净妙行。 并且，为了以实际行动成就这些大愿，于接下来的无央数劫中，他不起贪嗔痴，不着色生香味触法，不计众苦，积功累德，在一切难行以行，一切善法以及，一切障碍以断之时，正得了法界藏身。 即现前极乐净土。印光大师云：“弥陀四十八大愿，乃千经旨归，万论同宣，文殊普贤发愿劝进，往圣先贤人人去向。”正所谓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，一切行门。 无不还归此法界，乃是十方三世诸佛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。这是因为一切法门专仗自力，净土法门专仗佛力，一切法门惑业净尽，方了生死。 净土法门待业往生，即欲胜流。印光大师又云：净土法门是一个大全巧，是一个易方便，是一个高超一切禅净律，又统摄一切禅净律，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的究竟畅佛本怀的特殊法门。 以至于这一法门成为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也因此成了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如谭鸾大师往生论著所言：“凡是生彼净土即彼菩萨人天所起诸行，皆缘阿弥陀如来本愿力故。” 阿弥陀佛，慈悲愿力遍周法界，普接众生，做大摄受，不令漏失。所以法藏菩萨悲心无穷无尽，圣凡皆摄，善恶同度，一切积累，莫不纳入大愿心海之中。正所谓十方世界一切众生。 皆我弥陀愿力所持，愿力的殊胜是佛力殊胜，是净土殊胜，使此法门几乎不需要谈多少条件，只要相信，只要愿意，只要持名念佛，就可以让一个普普通通的业障凡夫一跃而入于圣者的行列之中，得大自在。 得大受用，得大成就，大利其效，乃是弥陀大愿的微光。所以，四十八愿乃是极的净土的根本缘起。极的净土以四十八愿而为设计蓝图。极的净土的所有书圣，尽在四十八愿之中。学修净土者，不可不知。 四十八愿微妙功德的具体组成。二、稀有难闻一成妙法二立法门凡圣同归。一、一成妙法。隋唐时代，古大德做的比较，说明了这个事实。他们比较释迦牟尼佛这一生四十九年所讲的经。 做一个通体的比较，大家都认为华严第一，所以华严称为根本法轮，称为经中之王。华严跟无量寿经一比，无量寿经第一，第一的第一。为什么？华严到最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才达到登峰造极。 达到究竟圆满，《弥陀经》是《无量寿经》的小本，最精彩的本子。《无量寿经》是《弥陀经》详细的说明。这两个本子是同一个本子，古人称为大本小本，同一部经。《华严》最后归到净土，净土是《华严》的归宿，是《华严》的总结。 所以《无量寿经》才是真正的第一。师父上人讲经中说，本经是大乘法，不但是大乘。古大德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个经是大乘当中的大乘，不但是大乘法里面的大乘，而且是一乘法里面的一乘。一乘法是什么？ 一乘法是成佛的。世尊在晚年的时候讲《法华》，在《法华会》上，他老人家向大家宣布：“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，除佛方便说。”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真正说明他的本怀，他教化众生心地真正是平等。 只有一乘法，一乘法就是教你做佛，教你做菩萨，做罗汉。对不起你，一定要教你做究竟圆满的佛，都是在一生当中成就究,究竟圆满的佛果。说三成说二成，三成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。 二成是小成，都是佛的方便说，不是真实说。我们在《华严书抄里面读到，三乘学者有因无果，跟《佛法华经》上讲的一个意思。为什么成佛才是果，不成佛没那个果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 所以，三乘学者声闻圆觉菩萨有因没有果。可是诸位要晓得，本经是有因有果，了不起。有因有果的经有几种？除了我们这个经之外，《华严经》《法华经》有因有果，其他经里面都没有。自古以来。 这些祖师大德们几乎公认，《华严》《法华》是一乘教、一乘法，在大乘之上。另外还有一部经《梵网经》，也是属于一乘经。一乘经在中国古代祖师大德们公认的只有这三种。本经是一乘当中的一乘，为什么？ 华严到末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才圆满成佛。本经字字句句都是讲究竟的佛果。华严所归，归无量寿。所以古人才说，这个经是一乘当中的一乘。为什么说这部无量寿经是第一经、第一殊胜？ 因为末法时期的众生根气已经很弱，好比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，你用一般药物已经不能治疗他的病，而且就算是有真正的好药，药效太慢，也同样来不及救他的命。一定要用又快又好的特效药，才能救这个病人。 在本经第四十五品以及《法灭尽经》中，佛陀都很明白地告诉我们：当一切经典都灭尽时，只有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独留百年。可见得这本大经，如果不是我们末法众生唯一的特效药。 世尊与十方三世诸佛，又何必威神加持，独留此经百年？古人比较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不妨继续再往前面来追究。无量寿经夏老居士汇集的，分为四十八品。这四十八品里面哪一品第一？我想大家都能公认。 四十八愿是第一，第六品是第一，全经里面的第一。四十八愿里面有四十八条，哪一条是第一？这个我们不要去费心。古人说过，四十八愿是第十八愿第一。第十八愿讲的是什么？十念毕生。 十念毕生，就说明了持名念佛第一。从这个地方，我们才真正认识、真正明白“阿弥陀佛”这四个字不可思议。一句佛号，包括一大藏教，庆无不尽。印光大师云：“修敬业者，有专修、圆修，种种不同。” 譬如顺水扬帆，则更为易道；亦如吃饭，但吃一饭亦可充饥。兼具各书，亦非不可。能专念佛，最为第一也。二二立法门，印光大师云：如来一代时教所说一切法门，虽者大小顿渐不同。 全时偏圆名义，无非令一切众生救鲁还家、复本心性而已。然此诸法皆需自力修持，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绝无他力摄持，令其绝于现生入圣超凡，成就所愿也。唯净土法门。 仗佛誓愿摄受之力，自己信愿念佛之城，无论正悟与否，乃至凡或丝毫未断者，均可仗佛此力，给于现生往生西方。印光大师又云：“念佛法门，纵不明教理，未断或业。” 但能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临命终时决定蒙佛亲垂接引，往生西方。既生西方，见佛闻法，悟无生忍，即此一生定补佛位。此事佛力，又兼自力。为信愿持名，是自力能感于佛。 是愿摄受垂此接引，是佛力能应于我，感应道交，故得如是。以此法门仗己信愿念佛之力，感佛慈悲摄受之力，感应道交，故得不断凡祸待业往生。较彼专仗自立者，其难易不可同年而语矣。 念佛之法，重在信愿。信愿真切，虽未能心中清净，亦得往生。何以故？以心中有佛为能感，故至弥陀即能应耳。如江海中水，未能了无动向，但无狂风巨浪，则中天明月即得寥寥影现矣。 感应道交，如母子相忆。彼专重自立不仗佛力者，由于不知此义故也。所言做事不忘念佛，此系念心纯熟之相，何可名昏沉归于无际？然亦非无念而念，但系无念而念之气氛。 若即认此为无念而念，则有类于钻木见焉，而未得火；即便喜钻，火便无有可得矣。然须专精用功，且莫学今之好高骛胜、见异思迁者，则将来之意自可有不思一处。然此事行门中事。 信愿门中由以自立，数可决定深得念佛之实意若效他宗，专以功夫为事，弃信愿而不讲，则变成仗自立之法门，其失大矣。三，念佛乃修行之中净路之净路，净路就是净路。 聪明人一定要走近路，近路快，省时间，省力气。只有愚人才绕圈子，才走迂回的道路。聪明人都愿意走近路，很快就成就了。这个法门是从凡夫成佛最近的一条道路，在整个佛法里面来说，大乘比小乘快。 所以大乘是近路，大乘里面禅宗比其他法门又来得快，所以禅宗是近路当中的近路。念佛法门比禅宗还要来得快，所以叫近中近又近，它最近没有比这个再近了。近中近又近，诸位一定要把这条路认清楚。 念佛法门有四种念法：有观想，有观相，有实相，有持名。这四种念佛当中，持名又为四种念佛之净路，称为径中之径。那个三种都很难，唯独持名最为方便，最容易。所以诸佛菩萨。 历代祖师没有一个不提倡持名念佛的。师父上人在讲《无量寿经玄义》中说：“这个法门三根普被，凡圣齐收。八万四千法门不是门门都可以学的。如果跟自己的根性不相应，学了不但没有正面的好处，还带来反面的害处。” 就好像吃药一样，吃错了。药店的药都是治病，不对你的症，你去吃，有的时候死了还不知道怎么死的，毒死的。所以这个修法也不是随便修的，一定要有老师指导。老师认识你的根性，这是好老师。 不认识根性，随便教你法门，没有利益。这种好老师不容易遇到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遇到他没有问题。他一看就晓得你过去生生世世干什么，这是应病与药，药到病除。释迦牟尼佛过世之后，这样的人少了。 弟子当中有真修行的，还有一些这个能力比佛要差一等，还算不错。传到现在这一代，一个都没有了。我们拿到经典，经典是他老人家当年对大众开的药方。我们拿到他对别人开的药方，这是个冒险的事情。 但是很细心，自己去学，对不对？自己的根性就是自己喜不喜欢，学起来有没有困难？如果不是很喜欢，修学起来困难，那就不契机，你就舍掉，你再挑。这个经本，他讲的三根普备，上中下各种根气的人都行。 什么人都能学，而且都能学的成功。凡夫也行，圣人也行。圣人是菩萨，是阿罗汉，辟支佛；凡夫是六道的，六道跟十法界通通契机，都能成就。这个经横超三界，这一句我们要重视。横超只有净土这一门。 除这一门之外，都是庶出，没有横超。华严这是大乘，讲菩萨有五十一个阶级，好像是五十一层大楼。你从第一阶上去，爬到第二层，第二层爬到第三层，爬到顶尖上，超越了，出去了。这个法门没那么麻烦。 你现在在第一层，从旁边就出去了。这横超省事，不必那么麻烦。又好比竹中之虫，要是竖出，就得一节一节向上咬，一直到顶才能出去。横抄的就是这条虫子，不像上面一节一节咬，只向旁边横咬一孔。 便能出来，这样的法子比那庶出的是省事的多了。念佛的人亦复如是，虽没把见思烦恼断除，但能具足信愿行的净土三资粮，临终就能感动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升到极乐世界去。到了这个清净国土。 见思烦恼不断而自断了，何以故？以净土净胜缘强，无令人生烦恼的净缘故。如此便得三不退，一直到破尘沙无名，成就无上菩提，何等直接简易的事？那个树出的时候非常困难，一层一层的往上爬。 所以这个法门叫横超竖出，你想出六道轮回就难。人上面是四王天，欲界第一层，第二层是刀立天，第三层夜摩天。欲界有六层天，色界有十八层天，无色界有四层天，都要靠定功往上提升。 你说多困难！出了六道轮回，这就证阿罗汉果。阿罗汉的定功身超越飞想飞飞想出天，就是超越无色界，他出去了。三国阿那含还在五不还天修行，在第四禅，有的在色界天，真不容易，超越六道轮回。 上面还有四圣法界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还有四层，一层比一层困难。到最高的十法界，最高的佛法界，他把起心动念放下，超越十法界，不起心不动念就超越，就成佛了。真成佛，<coughs> 那不是假的。 脱离十法界，十法界是假的，它生到哪里？生到十报庄严土，有净灯四土，这个净也是快捷方式的意思，近路、小路、近路。西方极乐世界四土有凡圣同居土，六道众生去往生的生凡圣同居土。 生闻缘觉菩萨佛，这是四圣法界去往生的生方便有余土，真正能够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他就生十报庄严土，还极圆极顿，圆是圆满，没有丝毫欠缺，顿是顿超快速。 修哪个法门都要很长的时间，为什么？去断烦恼，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。最高的方法就是把那个心换成阿弥陀佛。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，老师常常提醒我们换心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别的东西。 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，产生什么个现象？你见任何人是阿弥陀佛，你见所有的动物、蚊虫、蚂蚁都是阿弥陀佛，你见树木、花草也是阿弥陀佛，你见山河大地也是阿弥陀佛，全是阿弥陀佛。你的心里头真的是阿弥陀佛。 如果我心里头有，外头都不是；你心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一真一切真，一妄一切妄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你就活在阿弥陀佛的世界、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哪有灾难？灾难现前是什么？你们看错了。 这话都是真的，都不是假的。我还遇到这个灾难，你的心没有换过来，换过来之后决定看不到灾难。我们的缘在这里尽了。灾难现前的时候，你看到什么？看到是阿弥陀佛，他接引你到极乐世界。 你看到极乐世界，看到阿弥陀佛了；别人看到灾难，你没有看到。你说这个法门多妙多殊胜，叫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。这个几句话是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大德共同肯定的赞叹，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祖师大德所说。 不可思议法门也。四一向专念求生净土。我们从无始生死以来，直到今生所造下来的恶业无量无边。假使恶业有体相的话，尽十方虚空不能容受。 现在既然得到了人生，又听闻了佛法，如果还不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净土，那么一气不来，决定是向着地狱火汤、炉炭、剑树、刀山冲去，在里面受尽痛苦，而且这种痛苦的命运也不知道将要经历多少漫漫的长劫。 纵然从地狱出来，又还要不自在的堕为恶鬼，腹大如海，烟细如针，长结当中饥饿虚弱，喉咙中燃着焦灼的火焰，连水的名字也无法听到，更不用说是获得哪怕是一次暂时的饱足。从恶鬼出来之后。 又还要沦为畜生，或者是给人作为成绩，或者是给人充当庖厨之用，受尽驱使和宰杀的命运，痛苦的活过一生又一生，最后即使能够从中出来，得到难得的人生，也只能是一个愚痴无知的生命。 以造恶为自己的本能，以修善为自己的桎梏，毫无一丝善法的习气和功德。悠悠忽忽之间，人生不到几十年的光景，眨眼即过，又走向了后世，而这一走，又是再一次的堕落。 经过尘沙劫又尘沙劫的，在六道中上下轮回，尝尽一切生死的辛酸和可怜。虽想出离门，又在哪里呢？还是那句老话：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。今生不不将此深度。 正到何时度此身？莲池大师晚年说了两句话，说的很好。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，你们哪个喜欢去悟？你们自己去悟去。我自己一句阿弥陀佛佛号足矣，连佛法都放下了。 八万四千行，饶与别人行。你们要修很多法门，你们去修去。八万四千法门，让你们去修去。我专修念佛法门。五结语，《无量寿经》中讲，如来以无尽大悲，金哀三界。 所以，初心于世，光阐道教，日拯群盟，会以真实之力。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以无有穷尽之大悲心为悲悯三界一切众生。所以，初心于世，宣说弥陀无有穷尽之大悲愿力，普度众生也。 诸佛如来大悲之心，根本不是我等凡夫所能测量也。来此世间，就是度化一切众生，离一切苦，得究竟乐。印光大师语，良以此经不但为净土群经之纲要，以大藏教之指归。现在未来一切有情离苦得乐。 就尽菩提之法药，念佛之人必须生真信，发切愿，决定现生求佛加倍，到临命终时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师父上人讲经中说，诸佛之所以出心于世，欲说弥陀愿力，惠救万众生，将为本怀故。 这还得了！希望我们同学要注意到，千万不要疏忽了，疏忽就大错了。机会太难得了，你遇到这个法门，得诸佛菩萨威神的加持，加持什么样子？你对净宗法门一听就欢喜，就接受，没有丝毫怀疑。 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万缘放下，是出是法全放下，这个人这一生决定成就，成就不可思议。大师既云：“如来所以新出世，为说弥陀本愿海。”这两句话非常重要。这个大师是善导大师。 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告诉我们：十方世界诸佛出现在世间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介绍阿弥陀佛本愿海，也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给大家。介绍这句佛号是真实的利益，真实当中的真实。 没有比这个更真实的利益。换句话说，教你就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，就这个意思。吾辈当知，我等末法众生是何根性？若不依此法门而修，今生断然不能成就也。以上是惭愧弟子开坤粗浅的心得报告。 肯定有错误和不妥之处，恳请尊敬的师父上人、齐老师、诸位法师、居士大德慈悲批评指正，无尽感恩。阿弥陀佛，恭祝尊敬的师父上人、齐老师法体安康，六时吉祥，洪护正法。 广度众生，惭愧弟子开荤顶礼敬承。开荤师的报告，我们听了，也看了，很难得啊。 既然明白了，最重要的是依教奉行，把一句佛号落实，落实在一切时、一切处，啊，像海鲜、老和人一样，啊，一句接着一句，不能叫它中断，不能叫它丢失，这样决定得事 啊，这个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有一定的难度。不知不觉了，把佛号忘掉了。啊，妄念、杂念都起来了，这是什么原因？这是我们的业障深，习气重。 啊，要怎么样克服？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。啊，丢失了没有关系，一发现，立刻就把符号继续起来，这样就对了。啊，不要想过去，也不要想未来。啊，如果真的遇到灾难。 这一句佛号非常管用，啊，实在是，在一切时一切处都应该要放下。为什么？这六道轮回假的，设法界也是假的，有生有灭就不是真的，啊，不生不灭。 是真的，啊，不生不灭，只有十八土，啊，十八土没有生命，因为它是法性神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，法性变现的，法性不生不灭，法性有影现，没有缘的时候他，它影影就不见了，什么也看不到。 遇到缘，它现；虽然现，它不生灭。没有遇到缘，它隐，它也不灭。啊，所以说是现不能叫生，隐不能叫灭，不生不灭。啊，这个要到十八庄严图才能看到。极乐世界特殊。 啊，经要读，要读遍数。啊，读经的时候不能有念头。啊，不要去想经是什么意思，那就错了，那是世间人读书。啊，不是读经，读经是干什么？是修禅定。 什么叫禅定？眼睛看到经文，清清楚楚；口里念出来，耳朵听进去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禅定。啊，如果您念这个经文的时候有起心动念，还有分别执着，这世间人都说这个不是佛法。 啊，佛法最主要的，因为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佛，完全回归自性。啊，这个地震呐、啊，啊，连等觉菩萨都做不到。啊，这这是佛法最高的境界。啊，有起心动念不怕，起心动念太微细了。 我们不能发现啊，不能有分别执着，分别执着就造业了。造业，你是造善的，三善道；你是造恶的，就三恶道。这叫六道轮回啊！所以善恶都不能造。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他出不了六道轮回，那我们只劝他断恶修善啊！为什么来生生善善道，不走善恶道？这是佛教人天效法啊！如果根新利的。 佛一定帮助他脱离轮回，脱离轮回是历久经苦，真苦的离苦得乐。啊，换句话说，佛为什么要到这个世间来？他来干什么？啊，他到世间来只为一桩事情。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，就为这个事。啊，佛知道苦从哪里来的，从迷惑颠倒来的；乐从哪里来的？乐从一切明了。啊，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明白了，你就乐了。为什么？明白的人不着想。 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，明白的人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知着。为什么所有现象假的，不是真的？你起心动念错了所是自然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这个迷很深，不容易发现。你看看弥勒菩萨告诉我 啊！宇宙之间万事万物，它的频率多高？啊，就是生灭，从生到灭，多长的时间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：，我们把它用现在方法算出来，一秒钟生命多少次？ 我们现在看的电视屏幕，一秒钟是一百次，啊，早年的电视年轻人不知道，黑白的，不是彩色，那是一秒钟五十次，啊，现在进步了，一秒钟一百次，啊，那现实环境在我们意识里面，一秒钟是多少次？ 两千两百四十兆啊，单位不是亿，不是万，单位是兆。一秒钟生灭的次数是两千两百四十兆啊，也就是说，它存在的时间啊是两千两百四十兆分之一秒。 你怎么会知道？在哪里？就在我们眼前。我们眼前所接触的，包括这个身体，都是在这个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啊！这个生灭等于不生灭，你完全不能觉知，它速度真叫太快了。科学家看到了。 啊，没有讲出一秒钟多少次，只告诉我们快到极处，我们无法掌控它。啊，不像佛经，这佛经把次数说出来，啊，用秒做单位，两千两百四十兆分之一秒，根本不存在嘛！你了解事实真相，这个。 科学家，这个这个报告啊，我们要记住，我们时时刻刻放在心上，观察一切世间万物，你就这样看，自然慢慢就不会起心动念，就放下了。啊，那些发身菩萨为什么能放下？他知道，所以他不把它放在心上，不放在心上就是放下了。 啊，不是思想放下，心里没有才叫真放下，才叫真自在啊！啊，没有这些东西，没有障碍了，心生什么？生智慧，心不生烦恼，心生烦恼是你用错了心。啊，真心生智慧，哪里会生烦恼？烦恼是妄心生的，是迷惑颠倒那个心生。 真正觉悟的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啊，其实这是科学帮助我们的忙。我们相信，在我们上一代，因为这个发现才不过最近二十年才发现啊，最新的科学，现在科学家转到第二个问题：念头是什么？这个还没搞清楚。 啊，许许多多科学家都在搞这个问题，啊，念头，啊，知道物质是念头产生的，念头是怎么回事？情从哪来的？啊，念头是妄想，佛法讲的妄想。啊，念头灭了，真心就出现了，啊，真心现的。 是一真法界，念头现的是十法界，是六大轮回啊，所以要晓得佛说真话全是假的啊，真的你得不到，假的也得不到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佛菩萨在世间，他是什么心态？ 他是无助身心，身心无助，这就高明了。啊，身心呢，起心动念；无助什么呢？心里干干净净，一丝毫不知足。啊，心上没有，高明啊，高明到基础啊。啊，什么样的人才入这个境界？法身菩萨。 原教粗诸以上，别教粗地以上，入这个境界，就是真正在无助生身心。我们凡夫无助不能身心，身心不能无助，哎，他们有办法身心跟无助同时，啊，彼此一点妨害都没有，这就搞了。啊，慧能大师。 在这一句话里开悟的啊，无主给他讲经、啊，刚经，讲到一无所住，而生其心，他大知道。啊，那换句话说，他有能力无著跟生心同时，这化身菩萨啊，全教菩萨做不到。 啊，下面辟支佛、阿罗汉更不必说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